一辆银灰色厢型车本来笔直的在路上行驶，结果开到公安处时突然撞上安全岛，厢型车腾空翻起，左边车轮摩擦安全岛向前滑行，车子一度还冒出橘红色火光，最后翻覆倒在路中，惊悚瞬间都被监视器拍下。9号上午7点多，桃园龟山中一路一段发生厢型车自撞安全岛翻车意外。由于车辆横躺在路中，一度造成龟山往林口方向车流回堵，大塞车，直到1小时后才排除。原本以为是天雨路滑造成翻车，结果警方调查后发现又是酒驾酿祸。警方获报到场，发现潘姓男子身上有9位，经酒测达每公升1.27毫克。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另外，上午在金门金陵乡发生一起擦撞意外，一辆重机往琼林方向行驶，左转双琼路口时与同向一辆游览车碰撞，造成重机卡在游览车下方，机车骑士脚部骨折，后座乘客有颅内出血等伤势。肇事原因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。记者刘志展、黎君龙、周梦如桃园金门采访报道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